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般若讲座。各位阿弥陀佛，那今天要来高雄慈悲道场开光洒净。来，后面佛像先移一下，那个出家人，出家人，在家不要。这佛像爱靠来的，灰爱靠吧靠。各位，你搁看对无介意，搁讲。这处顶古位啊，你看顶嘛古位。那我们修行就是这样，对内对外，什么所在问题，咱在什么所在改，是不是啊？但是你来这来这，那个清净目眶你就看得到啊。但是在这个阶段来这，虽然修化清净，但是佫无断烦恼。安尼阁看袂到，那只会产生骄傲心。所以结婚人好水无？我敬诶，不是，这是不单的啦，不单。但是有一个缺点啦，因为它有痕迹啊，横条，啊，但是安尼翕起来呢，它比较好看。老黑猛烈个看者，迄时间啊怪怪，是不是？好，对啊，所以各位要学哦，学佛大乘佛法，一切拢是为了众生，为了众生啊。讲话爱好听，眼神爱好，啊，同样更是念一遍，心肝爱好啊。所以这叫做慈悲道场啊。麻烦要来做义工的，想问一下有慈悲无啊？啊，若无慈悲，你就去一楼去坐坐下来啊。所以。所谓的开工，其实佛菩萨没开工，什么人要开工？人的心宽，爱开工，爱光明。但是光明为得来，为地回来，所以我们叫急躁。所以内心极静，然后呢，才会放光呢。我想，诸佛菩萨都在，拢伫诶。但是你的内心呢，一晶，刚刚讲的水晶、钻石会不会发光？因为诸佛菩萨永远放光嘛，月亮不会发光，但是有你陶艺的光呢啊。那所以不但放光，而且这个宝石切成多角，哇，那个鬼，它就可以反射到所有众生。当然，我们希望慈悲道场能够放光，而来祈求护菩萨加持。但是有人问我讲，啊，师父，我老卡在创什么？老卡暗时在无用，啊，那这嘛是咱来的理由啦，啊，因为这些人很有精力，暗时够困，啊，饮酒跳舞，真欢喜，咱已经嘛呢，对不对啊？差不多了，但是现在我们找到快乐了，晚上只能到王阿波放光去，去阿唱卡拉 OK。啊，去啊念佛啦！但是呢，白天我们在精进啊，所以当然所谓开光，那得希望真的得到诸佛菩萨的加持，来这边的护法信徒心都得到加持啊。所以包括各位修道的邓弟，人来看你讲，你跟他人的手机啊，那手机要人来翕相来得。
有闪光，他自己不知道，说你那些更可怜啊，因为你如果得到一个心态的转变啊，就可以放光。当然啦、啊，我讲各位头壳顶的灵气哦，你若这灵气加工，哇，其他灵气那还强呢。啊，所以后摆这买到这里，他们会装了一个透明的亚克力，装小花用的顶头呢，然后它下来袂去冲到你的光头，好唔好啊？然后它气还会往旁边呢、啊，所以这个也要学一下啊。那学佛就是要不断、不断、不断、不断。去由内而外，由内念下净化烦恼，由外来净化众生，还是由内而外啊，自觉觉他啊，这种方面呢，缓慢了，那你就醒过了。那各位千万不要跟人家斗争啊，对吧 ？A 道场、B 道场、A 团体、B 团体，哦，这边去做，那边去做，喜欢跟人家斗争的人，不适合在团体里面。啊，因为在团体里面、啊、一个喜欢斗争的人进来对海聊聊啊，所以各位啊，来道场也好啊，我们这边诶，灵气开到通强呢，啊，应该安怎啊？我发现多啊，直直咳咳是无开，还是要讲开有谁呢？啊，你啊头壳要修炼，你换一位啊，因为。所以我对我来的叫人来的没住啊，没还没住我叔父家，我得修公棍呐，啊，所以对我就开始讲，哎，没点灯哦，哎，没点修这啊，点这个好看的话，然后当然我也跟暂时法师说，以后不要用布了，所有的布不用，好不好啊？不会修出别人了，啊，因为很多人很喜欢点灯，其实保心心就碎，但是你只能够给它拍垮去啊，因为孤寂嘛，啊。所以那下面代志你爱这个开光，光的意思是打开，你看清楚了啊，那边要盖边要盖，所以我来看看，我可能头壳顶去地嘛来盖，是不是啊？认养认养啊，那最好改的时候这边不要白色了，因为这里是佛前嘛，对不对？要改成我、哦、看是不是金色的嘛好啊，也这也在惨了呀。然后去点火嘛，去改做念一下太阳灯，安尼主法法师名在较红啊。太阳灯翕起都，就像伊那边水果是不是用太阳灯？迄水果都很新鲜，每天去厝诶变白色个安尼，去甲你骗啊。那所以这个要智慧，要智慧啊，因为我们要让佛像法师台前庄严嘛啊。然后呢，那怎么样去配置？那这个叫善巧方便啊，那大乘佛法目的就是要帮助众生。从各位来，你看一瓶一瓶一瓶表，一瓶表是啥？一空吗？不是啊，伊迄大一食就歹，敢那敢那黑洞啊呢？啊，还讲旧的啊，啊旧的换一个就好啊，这拢爱改变啊，啊，所以两个玻璃啊。啊、各位，这个你要练，你今日去任何一个所在，你要知啊，但是你不一定来讲啊。但因缘搞，你也该讲了。这些、个、人，你该做生意，你要了解，了解不是为了要赚业绩，为了慈悲啦。希望伊较好，伊能较好。那你为想，伊就为你想，就较简单的道理啦。你要做生意，更该为对方想啊，对方就为你想，千万不要斗争，我把你斗掉。啊，我把你排挤掉。其实你排挤别人，会不会排挤自己啊？你也娶我，我嫁我安，我跟你讲，因为有些人喜欢斗，啊，喜欢斗那就不对了。所以各位要尽量的接受对方啦，包括您安把号外遇好啦，接受后摆丢你娶两个，啊，你的人缘呢就好啊，福报就大了，因为你忍辱了嘛，忍辱了啊。接受了嘛？接受本来为什么要接受？啊，本来就有缺点嘛。啊，但是你要接受，接受再来慢慢转化，啊啊！所以我想各位学佛的时候，中央把人啊，那所以为什么观音释字菩萨一边中央阿弥陀佛，所以人家一定要醒佛啊，那就昏嘛，要调行要来中央佛。那我想各位这是
慈悲的意思，慈悲道场最主要的开光呢，咱是要庄严众生，咱要甲对方讲，你也在幸福，所以我们才要来找你啊，要来帮助你，要来庄严你，不是讲我高高在上。啊，那对方错，那你更要爱护他，或者要用慈悲爱护他，让他由错变成对，但是不要排斥他了。啊，你排斥他，对立就不好。啊，但是当然了，他目前还不适合，比如说这里狼就败啊，他不适合在这边呢。啊，但是不是排斥他，安置他去好一点地方了，啊，让他不会去造恶业。不然他这个爱斗争的人，你给他看到人他就要斗啊，人家高啊别讲不一样，但是看到人别不一样，啊一个坑内无人的时候说伊就较别不一样，啊，那几个坑内给他高啊安尼就好啊，那各位要去想这个怎么去安排，那为什么别乱安排？来，念这边一心两佛，求佛菩萨加持，啊，这个叫信用啊，因为我们不懂。那有心无有心无力啊，所以呢，一直祈求三宝加持，也一直谦虚，知影自己的想法无究竟，所以一直祈求三宝加持。请问，咱祈求三宝加持，三宝会来加持嘞？百分之百是讲咱个无明砍掉的，咱无法度感受到阿弥陀佛、观世音菩萨来加持。其实，阿弥陀佛、观世音菩萨比老母更加老母，那叫做大慈大悲。他不是想尽办法，就说没给你夹起，就算你有一个小小的毛细孔，伊嘛为啥整你去？他就是想要护持你，让你知道，让你圆满。所以我想，为了要慈悲，咱来未使离开念佛啊，未使离开皈依三宝，卖用自己的想法，你要用自己的想法呢，个偏去啊，你要跟别人的想法拢无同款啊。所以就会讲，咱心来变哦，马靠业报才会改变啦。所以曾经有一个头家问我讲，啊，我请一挂神佬拢骗我的钱啊，是安怎？我头家可能你真够骗人，啊，做生意当然嘛爱骗。我不怪啊，你都爱骗人，你要要求别人老实，结果你咧做骗人的代志。啊，你卖物件你在老实啦，货真价实。啊，你的员工就老实啦，很简单吧？啊，所以我老婆说，啊，我怕人家拍假，我问说，啊，你好假吗？啊，因为你的心态，所以各位了解如此，啊，所以开光，啊，所以我觉得法师给了这边来，心光法师，小心哦，我这边心如果不光的话，啊，所以各位就心光，哇，大家名字都很好听，啊，所以为了这样呢，那我们一定要内心有光明，那内心如何有光明，那我得醒悟啦，所以借着佛光明白吗？啊，我们准备好了平静心，好的动机，那佛给咱加持，所以今天要开光进前各位讲下这些事，要给各位开光啊，稍等开不到的为啥老等了，让你听这个过来又给开光，佫袂使，佫等落去。人也无听就袂进步啊。所以佫爱听啊。所以我听你讲，我们去机场要过关，哔哔哔哔哔，等我过袂了后，摆到者，哔哔哔哔，哎，小等，你袂使起来，你这个人有问题，啊，心态无健康。所以道场内底有人嘛有魔，道场内底是安尼要净化，其他有魔，安尼啦。所以我们要，哎呀，这个魔，它也可以转化。但是呢，先关心对观，迄阵福报就大，阿比发菩提心，迄阵嘛是魔呢，啊，都在做鬼魔呢，有力量诶，大威德鬼王，加在地下大师诶慈悲心开感化，所以要降魔，降魔以后你看，哇，乾蓝菩萨找到家己啊，其实。乾蓝菩萨过去在无量劫之前，甲释迦牟尼佛斗阵发愿的，一个讲发愿成佛，一个讲护持三宝。所以，但是虽然发了愿，人会未失去，未失去，因为伊去杀人，伊讲为了国家伊去杀人。来各位，为了国家会使杀人未？未使。虽然咱的理由
啊，为了国家所以去杀人。啊，问题是，何里杀人？虽然是你的冤仇人，乃至是敌人，问题是伊冇母子呢，伊冇家庭呢，伊冇疼呢。所以地下大叔佮伊讲啊，虽然你方台斩头，你感觉唔甘愿，为了国家，为了保护一代红友等等，啊，但是对方何里杀呢？啊，那所以你要有个惭愧心呐、啊。所以不但呢，不但有惭愧心，要思维无我啊。下面才是真正咱的生命，咱的生命不是有逃无逃呢？咱的生命是咱有一个心啊，这个心里面来去过后，哎，慢慢的理解了空性，而发起了菩提心啊。所以我想各位要点来去思维这大问题啊。所以咱开一个慈悲道场，希望这跟甲过去无同款呢。甲过去无同款，但我你来看拢，啊拢老面孔啊，无新呢，啊，所以做法拢同款，安尼，所以各位无要紧，爱改爱改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改变新的方向，免落去做关怀关怀啦，啊，所以老卡老丁免落个多啊，一老行李两拜，无错个老丁拜佛啦，啊，那所以。那慢慢来，那是少年人没那个多啊，就在上班呢，没那多啊。那你要想办法啊，也不要把法会、把修行就一直在法会上面啊。所以我个人是要求自己这样，所以到我未来感觉我心情就好了啊，感觉因为那代人需要，了解吗？各位，我今麦个各位讲哦，讲袂入去。听到已经听到很深了啦，啊，那个讲不进去，啊，所以在尴尬的人，这进去把嘴拢听到全部，你在讲啥样的啦？啊，听看麦，所以因为新鲜嘛，啊，但是无论如何，各位要用这个方法，所以各位已经是油条了，不要做老油条，但是要把这个佛法的好处套给。你的人格思想，走路坐车买物件，给人用个好势，跟他讲一个菩萨，你去买水果，咱会敬啊，会敬啊。但是你敬的同时，你若有修行，那较不爱敬，是安怎？哎，直接敬起很多啊！啊，来是别人敬乱乱，咱个摆好势，哎，因为啊，你买水果，你就个多啊。修行不是用嘴讲的，用行为啊，啊，所以。啊，对方就讲，哇、哦，这个人遐好，所以我过去捌一个食菜，讲你买菜，讲我一天看偌济咧买菜，食菜人什么面都有，因为伊是咧卖素食的，诶，食菜人什么一种米饲半样人，你才了解，安尼你开我，你开我，所以每一个人你都要家念佛啊，因为伊个较歹，伊个本体嘛是有佛性，伊个食菜啊，啊，你咧卖素食互伊食，啊，你就爱想讲你是菩萨同款啦，爱甲因斗相共啊。啊，他伊咧买买菜，啊你嘛个好欢喜啊！比如讲伊买九块，哎、欸，是这物件，个个古早人即话，好，一百个送你，对不对？伊都欢喜啊！啊，加一块葱啊，互你，阮老母加一块葱啊，互你，这边钱啊，啊老母，哎，给，我问阮母啊，讲你啥物事买？人个加送物件呢？啊，我就呕掉啊！所以各位这点，当然啦、啊。你要怎么度众生？怎么样帮众生？还是这样？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在市区开呢？然后头前阁是桥啊，车水马龙，安尼人唔再来来去去，干迄鬼也够好啊！而且话从这边经过，他就得到佛法的加持。所以各位虽然咱互相肯加，阿爸咧念佛，哎向马靠向桥去念呐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啊！希望在轮回的过程。他们能够找到自己了，要有这个悲心，所以修行向两个方向，讲完来向内底，向外口啊，向内底净化，看到自己的佛性，向外口的慈悲，念这边众生拢是老母，众生拢会成佛，哎，安尼唔当去利用众生，各位贪做生意人就是咧利用众生，还动机歹，所以你永远都无头开悟啊。啊！现在出家人袂使做生意，你若做生意，啊，你就去啊！这偌济，迄偌济，而且心肝都歹啊！
啊，互相偌济，念珠偌济啊，那个拜啊，因为咱的动机是讲啊，听是讲这种赚较济啦，好啦，别这个人就赚较少，因为你有一个歹的动机，所以向外靠，咱个是在自卑，国较歹的人辛苦冇优点的啊，才记得这句话，啊，你将伊优点个提来用，啊，同桌们你要学了这，安尼啦，啊，伊的缺点，啊，咱要哪该净化，该自卑。来包容，咱家己嘛卖有安尼啊，安尼冇出离心、悲心啊，所以你慢慢啦，你就先讲，哦，修行的心态就要转变、转变。所以后摆安尼好啊，你外边检查啦，出去哔哔哔，老留校查看。你拜卡天光啊，讲较久，开光啊，等于嗰个冤家啊，你没有开到光，嗰礼拜精精怕怕的啊。所以后摆咱后壁用一个忏悔式，你去内底就砰砰砰出来就好啊！啊，你去内底，我会请一个啊魔将给你修理啊，因为要去开刀嘛。啊，你要有决心吗？会晓修行啦，我逐工嘛要你去拍拍啊！安尼你才会进步。啊，你去拢无要拍，干哪会使啊？是不是？所以各位不能怕魔，你来讲来祈请魔众。在我身边，所以要随时给你加持加持。你也做不到代志，罢了；做不到代志，我赶快还要去反省。如果没有魔来帮助你，你就没办法。事实上，愿意帮助你的魔是什么？来，伽蓝菩萨护法，护法啊，护法用这种威猛的状态来跟他道上岗。啊，你若惊天的人，你就无法度了啊。所以我想各位好，看咱今嘛要来做开光仪轨，请打开。虽然咱内底佛像无摆遮啊，但是我甲暂时法师讲，卖摆遮，人遮就好。啊，像这些都阿嘛修大地，啊，一半就好，对不对？尽量，今日是无见见人啊，就进修八关斋，尽量法师就坐咧壁顶就好了。啊。然后呢，安尼人客较济啊。我本来讲，安那不管在个人收济，已经嘛个拆掉了，已经啊拆掉嘛，搁坐三四十个，对不对？安尼就好啊，楼顶房间小少一点 ，OK 呢啊。然后大家方便，因为难得有一个地方要善用它了，善用它啊。所以当然，如果这样办大法会很好，而且这个房东啊，今天这对阿伯啊。我的打拼帮他做功德，那过去我的父母啊，这叫姻缘呢啊，所以还要来个报恩啊，所以也价钱也算得很合理啊，而且人呢很亲切，很好啦啊，所以但是我们要来报父母恩啊。啊，各位呢，礼敬供养啊，所有人都来念佛念经啊啊，念祖师大德的教义教化。那一定要记得齁，那有的人念经真爱念，但是无法度吸收到经典的精髓，因为人的根气无同款啦啊。有的人念一遍地藏经，一世人就吃菜啊啊，信念够啊，友好啊，超多啊。乃至有的人念一遍地藏经就发地藏愿啊，因为这是过去的圣经，一面古著啦。啊，各位逐天咧看出家人，你们无想要出家。啊，有的人呢，看到出家人，为着足想要出家啊！啊，有的人嘛是出家，捡无多发菩提心啊啊！有每一个人的因缘无同款啊，所以各位爱一直累积一代诸牛啊，福德善根啊，智慧诸牛，爱一直累积。定来讲，你印金刚经，定来互人看，你印一千本，即内底有一两个有开悟，乃至有体悟，啊，即你拢得到这福报啊！后摆你若听到地金刚经，你咪开悟，意思是安尼啊，所以各位爱多静因缘啊，所以同样可以是这粒心啊，所以各位咱拿我家己的心肝拜起超凡主书对立，因为你这个心态呢出去吼，这污浊拢和你影响着歹的心念嘛，这歹的念头啊就会产生了这个恶作恶事歹的，啊，咱的心念呢常常拢是清净慈悲。那你行到什么所在啊？哇，弄得放光啊！啊，所以佛给咱发起一个佛心，叫做无上菩提心。啊，你也常常用这个无上菩提心，
那么来做一切代志，不管你在做生意、做什么代志，这无上菩提心是信任过的，是无所求的，了解一切拢是幻化的，乃至呢不断慈悲的，恭作一切善根，回向我众生，回向神佛，啊，种种合起来叫做无上菩提心。啊，所以你要常常去反省自己。啊，今嘛要带各位读个148页啦，也就讲到，那这是阿底峡尊者一起世人修行的精髓。所以各位后摆你嘛细埋留一段落来，好不好？留21条，你今嘛来开始去写，你要留你的查某囝、你的囝、你的孙啊，什么物件？啊，你留一挂黄金财宝，那还好有福报，但是福报搞不好嘛是个了轮回啊，啊。从后你留一挂钱可以欢喜，啊，佮回一挂法可以解脱，安尼啦，这个咯满足伊的世俗法，哎，啊，佮呢可以解脱，这个咯听堂语，所以来，咱来念好唔好啊？今日念大字的，这哭泣，阿底峡尊者，哇，阿底峡大字边来念，啊，阿底峡你都来念阿底峡，那这是翻译过来，叫做阿底峡。啊！你家念到台语就变了，你哪呢？我恁真正好苦读，啊！所以阿底峡他本来都没讲阿底峡，啊，所以人家翻作阿底峡，你讲翻作台语音波啊。所以阿底峡尊者教授，有地主问尊者，我来念啊，你好好听好不好啊？代表阿底峡在跟你讲话哦，啊，你开悟，啊，这嘛来供养诸佛。供养阿底峡，供养护法神，在一切道法当中，什么是同殊胜的法呢？地主安尼问啦，在阿底峡尊者要下步进行啊。尊者回答：第一，正我无我之义的人，即是同殊胜的地者。有理无？哎，依教奉行哦。啊，无一个我唔是查甫，我唔是查某。我无和你骂，无和你拍，啊！所以根本我这个我是幻化的，离开外开一切拢不是我，所以我就是水，我就是风，啊！所以好甲歹拢是我，你嘛是我，而且没有对立了，啊，合为一体。第二，通俗性的世界，只是心相续调流。那好多同样跟是咱要调流，咱即个心跟他莲花清净。流乱，无污染，充满一切芳。那么，所以合乎同要件的概论，就是各位爱好心胸相续，就是不间断，不间断啊，永永远远都在调柔啊。所以柔软心、莲花心、慈悲心，要强调紧。第三，通殊性的功德，即是古有饶益之心。规工食饱，可能想要帮助别人，好唔好啊？唔是食饱要讲害啊，你要讲失格啦，啊，要趁钱啦，要冤家啦，要甲贱落去啦，啊，大某甲细某咧冤家安尼啦，要赶出去啦，要讲贱啦，啊，安尼你就规工咧损福报，所以各位透早爬起来的时候，免得帮助众生，好唔好？地基主啊，高爷啊，厝边隔壁我体谅啊，啊，路的大家拢平安啊，大家拢发财啊，我无钱就好啦，因发财较要紧啦。卖为家己想啦，我的身躯所有的好的拢要给别人啦，啊，那真正有功德要回向给因啦，规工咧帮助众生，好唔好？第四，通殊性的教言，只是经常观察自心，那一切佛法拢是叫咱净化家己。念一下，诸恶莫作，众生奉行，诸净第一，是诸佛教。所以各位爱经常听听。观察自己的内心，唔通去检讨别人、批评别人啊！啊，所以这个法跟他行，对住咱家己，看得好相，念得好好，听得好经，哎，咱的心有跟他地藏菩萨不？咱的心有跟他心经啊的空性不？咱的心有跟普门品的慈悲、大悲咒的慈悲同款不？来观察啊！所以上帝是就是教咱看到自己心的人啊！所以各位爱常常问你出边隔壁，跟你到底来啊？我。你看我有较进步无？啊，我的心有较调柔无？我的心较无烦恼无？啊，你要一定问家己安尼哦。第五，通俗性的对立力是力，力，
只是了知一切法皆无自性啊，所以一切法拢有法度改变，无固定。花这个名是花，是暂时的啊，爱情、痛苦啊，那是生命，啊、这拢是无自性的。什么叫做自性？永远单独不变存在，无这个世间无这种物件。所以各位，爱情的变化呗，跟恁查某爷讲，你若要嫁，准备好安尼。啊，你若要趁钱，准备好，开车出去也弄着呗。嘿，你们人讲报纸写的拢别人，跟我无关的。你要准备好，都一讲弄落去哦，消业阿弥陀佛啊，感谢司机安尼好啊。啊，该结一个缘，啊，你若万分哇大条啦，落地啊，对不对？多接触第一个所在，唔走就去看魂看未行。因为你接到一个因缘的，所以讲一切法拢无自性，所以咱无法度改变，对方嘛无法度改变，啊，免接到什么，一切法那拢是幻化，暂时的存在，有伊的因缘呐。但是呢，所以你起码台西真侪人，嘿，起码是一切法嘛无自性的，你只要忏悔，业障来来，咱就消业都好，嘛是会听。啊，但是起码是一个暂时的自无自性的，唔是因缘的听，啊，你愈听愈忏悔。所以各位了解安尼安尼，你就超多啊啦，心如莲花。第六，通殊性的行为，就是讲世俗人不敢换这个相违。世俗人是咧追求嘛名利啦，啊，咱是咧追求净化。世俗人是去自私啦，啊，咱是要放下啦，咱是要慈悲啦。所以世俗人讲生日快乐啦，啊，咱是啥物？死日快乐，生就艰苦。世俗人是娶某快乐，咱是安怎？离婚八戒条，唔是要离啦，是讲要放下，出家同快乐。下摆咱若出家爱办结婚典礼，好唔好啊？啊，若结婚呢，哦，咱来因兜助念啦，可怜哦，佮生囝哇，即个还佮助念啦。那么死去要去极乐世界，你生来要创啥啦？啊，所以啊，咱修行真正干啦。人要食吧，咱要食啥？食菜呢？就奇怪啊！啊，但是这就是无同款的行为啊。所以人要有头章，这代人要从啥？剃光头。想到边呢？后边有世俗人看到清净嘛，对不对？看到真理嘛。所以出家吼，足艰苦啊！意思讲，大家拢跟那边用通缉同款堆杀啊！爸母啊，跟你每家天光，后摆和你去的，阿妹自杀，我嘛拄到太太要出家，阿妹自杀的啊，阿妹出家，太太要自杀的。啊，就跟世俗人拢无同款，啊，但是其实这是一种的了解佛法所产生的改变，这是通殊性的行为。第七，通殊性的息地，息地就是进步的意思啦，啊，圆满息地，啊，你就进入空性啊，只是烦恼得到减少，愈来愈少，好唔好？那去问医生无？阿叔，啊，有较好无？顶回是两公分，今嘛剩一公分无？对不对？系癌细胞，啊，今嘛剩0.5无？哎，问这个要紧啦，所以各位有进步无？阿爸拄到人来讲，烦恼有较少无？对没有？你进入世界有较紧无？意思讲，你别较早死无？讲的是心还是？我你进入世界有较紧无？有啊，连咪特别去啊！啊，特别通殊性的心通，就是欲望减少，愈来愈袂想黑、想红、想某、想囝啊，想即搭好食的。爱水的愈来愈少。阿弟啊，我袂，我袂，我足爱足爱。歹势哦，你看到我衫拢破破来滴啊呢。我足爱穿破衫去食面，真了够无？啊，还是足长呢，这20几年呢，啊，唔敢淡掉。再来第九，通俗性的布施是没有贪执。哎，什么物件拢唔是我的？各位，红是你的吗？布是你的吗？我问同学，囝是你的吗？不是就好了，别跟我插了，别跟我细细念了，囝有囝的因缘，这世间无心才是我的而已，控制我的心，控制好，别出的都不是我的。第三是真正的布施，钱是众生的，饭菜要有众生吃，一切都是为了众生。第十，通殊性的概论，只是内心集中，还有了解空性。一切无常无我，那唔通起心动念，这才是概率盖在心中啦。涅槃寂静的心，念一遍，心如莲花。
一切无污染，充满慈悲。哇，那这叫做菩提心呐、啊！啊，悲智双运。第十一，通殊性的忍辱，就是处于低位，别人要徛头前，我要徛后边；别人要做总统，要扫便所。啊，所以各位，咱爱有这种的，这卑下心，咱是来服务众生的。所以第一节，我爱甲各位忏悔，我这个人哦，小夸臭屁。因讲我过去帝王习气足重啦，安尼啦，行路害来害去，敢那卡派去安尼。啊，然后呢，啊，大家都学我臭屁安尼，而且你看，啊，输我臭屁，咱嘛爱臭屁。那边喏，后摆我先来扫卡扫头卡，希望恁等于我甲恁到用意啊就好。啊，服务众生，啊，都要练啊，你无练就无大啊。啊，无你高高在上，哎呦，穿黄袍呢，皇帝呢，啊。那个戴五方帽的，我根本跳起来呢，啊！然后人家就会觉得说，哇，要这样臭屁啊，这样不好，那所以要练习啦。所以我虽然做未到吼，是我那个观想在门口好各位打过去安尼都好，好恁的卡袂垃圾，好唔好？安尼安尼还点点安尼观想啊，啊，各位拢打我的身躯打起来安尼呢，气头清气，安尼观想处于低位。第二，通书性的精进，就是放下一切世俗书。下面世俗书啊，缘起的、缘生下面的物件，甲解脱无同款的，不相应，迄叫做世俗心态。迄个放下，迄种放下，该无用的是啥物？断烦恼、慈悲，人去无用迄柴米油盐酱醋茶，子孙感情有诶无诶，吓渐渐放下，跟他想不管再改。第十三，通书性的禅定，就是心无执着，心安住伫个慈悲，安住伫个经典，安住伫个空性啊。心呢，卖随境界里转。第十四，通书性的智慧，就是对任何的法，拢无五种、两种的我执啊，人我执、法我执啊。这种我执是讲，哎，我执着我的贪，我的快乐痛苦，我的身份，那叫做。人我执，放我执呢？对外靠世界分别心，我爱美国，我爱台湾，我爱念佛，我爱祈求，然后呢，你有一个分别心啊，所以讲智慧就超度一种的，我执甲法执，这两种的我执，这是同要紧的啊。你讲念佛真好，啊，你讲念佛好，别行拢无好，安尼这种的法执对你嘛无好处，所以爱去除两种的我执，就是。烦恼障，卖烦恼；所知障，就是对外靠的认识。哎，你要了解，迄种是平等的啊，免那个输用的好。第十五，通书性的神知识，就发到基础求低价的缺点。各位，你那真正要修行了，拄着我，你还问我书，你个看我有啥物缺点？有改也无改啊，啊，滚下条空安尼啦，安尼对你比较有帮助。书啊，不爱甲看，不爱甲功能够好话啊，后摆我嘛不爱来。拢要求这個，安尼就无效啊。所以各位，咱修行是，医生啊，该开都紧开开的啦，无痛，对不对？爱好痛啊，所以各位爱找出家己的缺点啊，这才是真正神智性啦。第十六，通书性的教言，这是对症下药。老百都爱食老百都药啊，啊，破病食破病药啊，贪心的食不正的药啊，爱生气的爱改断毒。啊，爱改做温柔，所以各位爱讲讲讲话，买讲对方有利益的，啊，搁听下落去的。第十七，通书性的好朋友，就是静低静念。所以各位记的吼，心才是咱同会神地性。咱的心按照佛法的经典，那用这种的静低静念引导咱的妄心，咱的妄念。啊，咱的心一过去就跟着感觉走，我要爱，我不爱，这个缘投，那个水，安尼就这个轮回啊。啊，咱的心脉按照八正道，靠近八道，按照智慧，按照菩提心，哎，这才是同好的朋友。第十八，通书性的激励，就是顽敌、魔害、疾病、定、苦难，安尼你们才会精进。你愈精进，这台魔愈济哦，啊，这台完全借助拢要找你了哦。冤敌魔害疾病才是最好的激励，所以各位不要求平安啊！你求平安啊，你是咧为家己，你要求宇宙拢平安，众生拢平安，那你就要行魔啊，啊无法度。
第十个，通书信的方便就是顺其自然，这不是乱来。这主人讲的是缘起法，随缘的意思啦。啊，所以这个翻译阿爸应该叫做通书信的方便是随缘主宰，对不对？啊，还能翻作顺其自然。所以那一主人拢是生生灭灭，诸行无常是生灭法，你要了解。接受这个生灭，生灭灭立，即灭为弄，阿咪叫做顺其自然，心若变死。好好拜拜，为了业，咱来顺其自然，心莫变。第二十，通书性的稳定，这是因众心入佛门。下回参加法会，爱传两个来，好唔好啊？第二遍爱传四个来，你莫传那怪怪的来。为了要传来，今朝传一挂怪怪的来，啊，归期莫来。揣落来合乎的啦，所以意思讲唔免揣入来，即个佛门在你的心内底，在你的心内底，唔是揣来家啦，啊，了解吗？那无咧变信徒的啊，同我各位拢卖来，现在变好啊，无烦恼啊，是不是？我大家拢免来啊，拢去极乐世界啊，通死啊，啊，心拢死啊，心拢在净土啊，你心内的净土呢，你就好好去帮助别人，你就好啦，啊。所以咱来引众生来皈依三宝，亲信因果，持戒布施，有解脱心，发大悲心，成就菩提心，往生极乐世界。咱来真打拼，真打拼啊！所以各位，咱来做大事业，好不好啊？咱们来叫做来慈悲置业，变个遐大了解嘛？不是事业，是置业。这置就是愿望的意思啦，自愿。希望众生拢听闻佛法啊，拢发菩提心，拢上品往生，拢成佛啊！那来印度，所以咱这个所在也是高雄慈悲基金会的分会所在啊，所以呢，可能大楼内底，咱在办真济工，好唔好啊？办工去做念，去关老囡仔，这边是做念部的，穿黑的，这边是病院的，穿白的啊，所以。然后呢，其实是个孤囡仔，即个老人啊，即个外老啊，即啲走亡阿婆诶，好唔好？啊，即个办社会关怀，啊，即另外各种部门啊，拜办个，我都办法会老丁个做嘅，好唔好？大家都要办公拍电脑，啊，然后用电脑用人，所以各位爱干呐，即个呼吸，当然迄是呼吸。啊，咱即个慈悲协会是咧做代志，做代志爱有人，爱有心，爱有能力。爱安怎来？千手千眼，哎，什么拢有啦？什么拢会晓啊？啊，安尼才有法度离众生，不要一直光静态，好唔好啊？所以我这个拍发起，我也要拍发起，你莫叫我找人，我也怕人，我哟。好啊，你别使啊，你爱改变啊，去讲做念，个要功夫啊，红听，去带人合伙，去带去哦，去放心啊，听听去做善事。第二十一，通书性的修应，就是心向显化。那呢，听闻佛法哦，大概就是要来做好代志，要来利益众生，乃至呢引导别人心向显化。啊，你有要紧无？哦，来一心顶礼，阿底峡尊驾，诸比加持，嗡阿吽。啊，今嘛尊驾有咧头壳顶无？有进入你的心无？你哪知？你讲有诶哦。卖有惊在你的心，昂在你的心，还佛菩萨在你的心肝内底，影响人的心态。好，请翻到二十零载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有佛法就有办法。像有太阳有空气一样，生命电视台的存在对于这个世间对痛苦的众生是那么重要，所以希望大家多收看生命电视台，多护持生命电视台，将佛陀的教法深深地去思维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。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
大家好，我是指挥中心医疗应变组副组长罗一军。指挥中心根据疫调评估，公布个案公共场所活动地点。如果您曾出入个案相关活动地点，请自主健康管理至接触后14天。期间如出现发烧、咳嗽等症状，请佩戴医用口罩，尽速至指定社区裁检院所就医。您可至疾管署网站或拨1922专线查询与您最近的裁检院所。提醒您，自主健康管理者就医时不可搭乘大众运输，并请主动告知相关接触史。自主健康管理期间，请避免出入公共场所，外出请戴口罩，早晚量体温，随时注意自身健康状况。指挥中心关心您。真济，我要收到这五百七千的这个生意，地处遭受一切在占用，该必须要去看来这个瘟疫的疾病来。那这个如何来解决呢？在我们来讲，我们要升起忏悔的心呐、啊。所以，我们今天拜上面水忏，代替所有众生，我们来忏悔啊。新闻，会占卜的鸟儿。佛法僧被称为佛教三宝，佛学中还有三皈依的说法，指的就是皈依佛法僧。有一种鸟学名叫三宝鸟，属于鸟类中的佛法僧科。或许这种鸟的品性与佛教有某些相似之处，所以才取了个这么有趣的名字。阿明家世代都以训三宝鸟占卜算命为生，在他很小的时候，他的父亲便将这个手艺传授给了他。这些卦签可以卜出你的官运、财运、寿运、婚姻、子嗣，请先生写下您的姓名和生辰八字。
占卦百事百灵，消灾解难，预知吉凶。这位先生，神鸟抽的是上上签，您这次去西边经商，必能生意兴隆，日进斗金呐！哈哈，借你吉言，有神鸟保佑，看来这次一定会大赚一笔的。爸爸，这只鸟真的能占卜算卦吗？阿明啊，这里面可是有技巧的，鸟要雕哪张签诗，完全掌握在我们手里，只要我做出一个特定的手势，他就会去雕标有几号的那张签诗。哦，原来如此啊。阿明，你身体弱，做农务赚不到饭吃，好好把这个手艺学会了，以后也能谋生。嗯，好的。转眼间阿明长大了，为了糊口便驯养了一只叫宝儿的三宝鸟，并在镇上摆了个算命摊。这宝儿极有灵性，每次按照阿明的手势雕出相应的卦签，从来没有错过。宝儿，天快黑了，我们该收摊回家了。大嫂，算个命吧，神鸟占卦百事百灵。先生，我……大嫂，不必开口，你只需要把姓名、出生年月日写下来，神鸟就能将你心中所想的事算出来。嗯，好的。他的眼睛又红又肿，显然哭过很长时间，而且是从药店出来，很明显家里有人病卧在床，他既然买了药却又来问卦，由此可见病人已经病入膏肓，快求医无门了。神鸟占卦百事百灵，消灾解难，预知吉凶，这个女人的霉运都写在了脸上，应该给她一张下签。第五十六章的卦语最适合他目前的处境了。去雕第五十六章。先生，他是不是不愿意替我算命呢？不是的，是你的命太苦了，他在为你伤心呢。哦。宝儿今天是怎么了？赶快去抽签啊。中签，怎么回事？我明明让他雕来第五十六张下签，他怎么雕来了一张中签啊？先生，怎么样啊？哦，这是一张中签，一棵大树枝叶黄，树上鸟儿心慌慌，冬去寻得圣水来，浇灌病树发新芽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大嫂，按照卦签所说，你的家人病得不轻，你从这儿往东走，或许能找到救他的办法。我丈夫的病医生都说没救了，难道你这只鸟真的比医生还管用吗？人算不如天算，大嫂你就去东边试试吧。嗯，好的，只要有一线希望我都会试试的。你这个笨蛋，怎么会雕错挂签呢？万一那位大嫂的丈夫一命呜呼，他找上门来该怎么办啊？啊！然而一个月后，那位妇女满面春风地来到了阿明的算命摊上，并对他千恩万谢。先生，真是太感谢您和您的神鸟了，我按照您的指点往东走了大约3公里的路，就遇到了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中医，他听说了我丈夫的病情后，便给了我几颗祖传的药丸，我丈夫服下后竟然奇迹般的好转了。竟然真的有这种事情。那位老中医我也听说过，他是北京一位有名的名医，上个月回老家办点事情，只停留了3天，没想到就被他遇到了。这么说来，这只鸟真的是一只神鸟啊。当然了，如果没有神鸟指点迷津，我的丈夫真的就只有死路一条了。先生，这是给您和神鸟的谢礼，请您一定要收下。宝儿抽错了牌，竟歪打正着，救了一条人命。这事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很快他名声大振，阿明的生意也跟着爆红起来。今天怎么又这么多人呢？不如明天再来吧。这里天天人都多，
很多人都是赶了十几里的路来这里让神鸟算命的。那只鸟真的有这么神吗？当然了，大家都说这只鸟是观音菩萨点化的神鸟，是专门到尘世来救苦救难的。什么菩萨点化的神鸟？搞迷信这一套骗钱，应该抓起来。他是谁啊？你是外地来求卦的吧？赶紧走吧，阿飞来了，这卦就算不了了。是啊，他是镇长的儿子，整天游手好闲，为非作歹。谁家的生意只要让他盯上了，那就没法做了。你不是会算命吗？那你算算，你的这只鸟能活到什么时候？飞哥，我哪会算命啊？我现在就离开。这么说，你这是承认自己装神弄鬼骗钱了。好，既然你承认了，那我就把这个狗屁神鸟踩成肉酱，免得你继续用它来骗人。飞哥，不要伤害他，求求你了。不愧是神鸟啊，要想伤害他哪有那么容易。是啊，神鸟哪能轻易的被伤到呢？咦，什么狗屁神鸟。受惊的宝儿第三天夜里才飞回到了家，阿明知道这里待不了了。第二天早晨，他正准备带着宝儿离开这里的时候，阿飞又出现了。飞哥，我们这就走。走？你们往哪里走啊？飞哥，我再也不敢到街上摆摊算命搞迷信了。这只鸟真是有灵性啊，它竟然飞回来了。飞哥，我们这就离开镇上。干嘛要离开啊？阿明，听说这只鸟算命算得很准，过几天我要出远门，让这只鸟给我算一卦怎么样？飞哥，不瞒您说，算命嘛都是骗人的把戏，只是为了混口饭吃。少啰嗦，快替老子算一卦。好吧好吧，还好他今天不是来找麻烦的，只要给他算出上千的命就能平安无事。飞哥，您天庭饱满，地角方圆，生来就是大富大贵的命，哪里还用算卦呀？天有不测风云，谁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，你赶快给我算，不要再啰嗦了。阿明摆好摊子，按程序让阿飞写下自己的名字，就在阿明念咒的时候，偷偷给宝儿做了个手势。宝儿，去吧。宝儿，给他抽个上上签，只要让他高兴了，我们也就平安了。怎么搞的？我让他雕上上签，他怎么雕来了一只下下签？这要是让阿飞看到了还了得啊。这签怎么样？哎，你这小子在搞什么鬼？飞哥，您贵人命硬，光抽一张签是算不准的，必须舍弃第一张，改抽第二张才准的，这样方能算出大吉大利来啊。你小子别耍滑头，赶快让那鸟再替我抽个签。要听话，知道吗？这时阿明对宝儿发出最严厉的警告，接着他又做了一个上上签的手势。宝儿啊宝儿，你是鸟类，不能理解人类的复杂，虽然他是坏人，但我们为了自保得给他个上上签。宝儿，这是干什么？怎么又掉了一只下下签？让我先看看。日落西山道路黑，荣华富贵变幻影，不容一生魂归去，荒冢增添一心坟。可恶的鸟竟然敢咒我，别跑。善恶有报，宝儿的本性告诉他，作恶的人最终不会有好下场，结果也是如此。几个月后，阿飞酒醉不小心坠入河里，一命呜呼。吃素的心是快乐的，护身的心是感动的。